怎么去做，只有去求神鬼保佑多金秋，全要靠玉佩，只要能蒙混上场，塞袜子也不会。我是各族的王神朝，足球比赛不靠腿，只要玉佩带上场，我就不后悔，佛祖一定能够把我保。我是国足的王神朝，水平不及胆量高，佛祖能够保佑我告别掉丑角，多少强队分分钟被秒。的规定让我说全得作背，世上的球员千万，只有我最珍贵，虽不会停球但会带玉佩，求佛祖保佑我停球，再三迷一垒。我是国足的王神朝，我有随身的玉佩，只要带着它才能保佑我破门，才能战胜缅甸的二队。我是国足的王神朝，我有玉佩我自豪，出场之后不丢球全是我功劳，开光玉佩把中国队保。我是国足的王神朝，足球比赛不靠脚，只要玉佩陪着我，我就输不了，佛祖保佑我就输不了，佛祖保佑我就输不了，佛祖保佑我就输不了。球迷的辛苦有谁能体会，为了能看球夜班都难睡，从来没时间去巴西复配，让他尝尽了做寡妇滋味。中国球迷累，中国球迷累，为了能看个球我满世界乱飞，浪费了金钱泼洒了汗水，也没能看到咱们中国队。球迷就是累，球迷就是累，足协的官员们你们是否有体会，13亿国人踢不进世界杯，不如统统回家吧诸位，吧诸位。